因为我们的贵宾真的很喜欢这首歌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来试看看这首歌曲了，好不好？来准备啊，这一首应该是这首啦，好不好？来准备了。始终想起，眼泪已有在笑容里，是不是换了风到你眼前，我不是故意的给自己，这里失败的痛苦，成功的鼓励，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痕迹。来，各位朋友，来，我们用掌声来邀请我们的李总经理。这首歌曲是特别为他安排的，也是他想要上台来跟各位朋友唱这首歌曲的，送给我们现场所有朋友们的《小丑》这首歌曲，李总经理。不行，要不吕总你唱一趴嘛，一趴。立了，立了，立了。哎，你有没有火枪？火枪要吹了一句，火枪。我特别感谢我们三位，我们的李总的代理人。